盘点爱情最美好的样子。偷偷回家看看我女朋友在干嘛。我回来了。你在干嘛？你吃什么东西？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快给我看看。我不在家你就吃这个东西啊？走，我们出去吃好的。走啊，没钱，快走啊，没钱，走。行了，乖，几点了你回来了？三点多。我跟朋友好久没见了，又多喝了点儿，别生气啊，乖啊。我懒得生气，喝多了难受的又不是我。你干嘛去啊？冷啊。没见毒，毒死我也愿意。人在花下死，做闭嘴，打过你。你们这群男的，喝完酒光顾着吹牛，喝完了肚子还饿，图啥呢？所以啊，这会儿来碗面，嗯，爽死了。大乖，其实我回来这么晚，我以为你会生气呢。嗯，而且我也没想着会吵醒你。你能不生气吗？都不看看现在几点了。熬夜喝酒最伤身体了，我是想让你跟你的那些朋友好几年都没见了，那在一起多聊聊多喝喝。你又是天天这样。哎，让我上辈子是不是拯救人第一颗戏了？上辈子就是拯救人，我这辈子肯定是欠你，半夜爬起来给你酒鬼做饭吃。那是不是叫凌晨三点的爱啊？乖，乖，抱抱。什么酒烟？哎呦，我好像看到你拎了一包酒烟回来。是这个，不是酒烟，我给你买的梨。不是这个，你肯定逗我。我给你买的梨，没有没有。你眼睛太尖了，你们。太大了。我是你老婆。老婆啊，哎呀，你都不知道我是你老婆吗？哎呀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嗯，你是我的丈夫。我呀。啊。爷，咱俩结婚多少年了？多少年了？75年。哟，你多大了？我九十八。97了。嗯，把你送到 ICU 室了。哦，给你救过来了。哦，咱俩才过2年呢。你好，小哥，快去吃泡面，我已经给你泡好了。谁让你吃泡面呢？不买好菜了吗？快点，我已经泡好了，走吧。我一会儿给你做呀。选一个，帅哥，你快选一个。这是啥呀？那我选啊。嗯。别后悔。嗯。啊。这你吃吧，我吃这个。泡面对你不好。你看我干啥了？我笑。谢谢老板。我咋了？我操！干啥去啊？给你买排骨。打死我了你！你打！别吃了，给你买排骨去啊！哎，你说要是2年之后还买不起房咋办？还买不起啊？啊？那我们就去一个小城市，然后租一个店。你呢就买一辆皮卡，每天早上去进货，然后我就做我的老板娘，是不是挺好的？这么想也可以啊，对吧？嗯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觉得累了，我们就回家。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。我给你表演个绝活。什么呀？看仔细了啊，你可得看好了。嗯。嗯。
你怎么做到的呀？厉不厉害？这太厉害了，是吧？是我独家绝学，我不告诉你。那肉给你吃。嗯，你把肉给我了，那你吃什么呀？我减肥。也许那个谁